街舞营业周开始营业啦，我是来自上海喀斯特的小博。那我今天要教给大家的一个动作呢，是 locking 里面的一个 foundation， 是 double lock， 对 double lock。那我们现在开始吧。首先，你的手肘先握拳，像一个握一个鸡蛋一样抬起来，对，放在这里。要抬起来的时候，你的肘关节往外打，往外打，对，往外，然后手腕放松，手往上抬，然后侧面，然后你的上半身往下弯。One, two, OK。然后还有就是你的右腿，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、二，对。然后这三个关节同时，肘，还有你的腿，然后还有你的腹部这里，三个关节同时，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、二，对。正面，二一二，然后做两次，就速度会比较快。做的时候，你的呼吸其实是要往外吐气，就找这个感觉的，然后再加上你的手。One in two, 先做一个 double lock 的变化，就是 one in two。One and two, three and four and five, three and six. OK, 一个八拍。OK, 展示一下。因为我发现我在做 double lock 表情特别丑，他刚刚拍的时候就很丑。那等一下你们再放的时候，就是把我那个脸可以放得很大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那样就显得不是特别丑了。原来我们舞者都很有偶像包袱。偶像包袱？我没有啊，我没有偶像包袱啊，我觉得都是很自然的。你刚才那个感觉好像黄晓明啊。黄晓明，有人说过，有人说我长得像黄子韬、王祖蓝、黄晓明，还有谢霆锋，反正长得就不像我自己哈。今天的街舞小课堂就到这里，跟大家说再见啦。那如果你们想要学习，想跟我跳的一样的话，那就来微博私信我吧。我的微博号是陈博文杠 CASTER CASTER CIEW。